城国语力跃进歌手，张芸京、梁文音、陈伟霆。哇，那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让我看一下吧。许哲佩、肖希宇、郑栋梁。奖金鼓励呢，有请赵总为我们颁奖。一线的两位歌手，我们要给他们多一点的鼓励，恭喜他们夺得多一个奖项。经过歌唱比赛进军乐坛的梁文音，第一张的大点爱的诗篇，你赢得台湾各大销量榜的冠军，唱片大卖，当初收录的歌曲当然很受 K 迷的欢迎了，尤其是呢就是最幸福的是这首歌。那再一次要恭喜梁文音呢，因为了凭着这首歌曲吧，你得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奖项，这是新城国语力热包 K 歌。哇，那先请我们教总为我们颁奖给梁文音，恭喜梁文音，恭喜恭喜，在下一城。而另外的一位呢，就是在过去的一年，创作歌手许哲佩推出个人的专辑《美好的》，成绩如其名的一样的美好，他更在百忙之中呢为许巍信作曲呢。啊，那恭喜许哲佩，因为你的作品滴滴滴，那为你带来了另外一个奖项，就是新城国语力原创歌曲奖。那你努力的耕耘呢，今天得到了非常好的收获。那再一次邀请我们的赵总为我们颁奖。滴滴滴，已经有了。对，滴滴滴，作曲许哲佩，填词许哲佩。恭喜恭喜，那先请我们的得奖的歌手说一下你们的得奖的感受吧。那我们先请张芸京，你先说吧。谢谢赵总，笑笑赵总，谢谢，请坐坐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芸京。很感谢新城国语力颁给我这个奖项，然后这是我在香港领的第一个奖，然后我真的很开心，很感动，觉得自己很荣幸。然后谢谢我的公司金牌大风，然后也谢谢支持我的歌迷朋友，谢谢你们。恭喜恭喜，那梁文音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文音。谢谢星辰，谢谢我的唱片公司环球，我会继续加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，陈伟霆。谢谢星辰国语力，还有谢谢我的公司，还有谢谢我的歌迷，谢谢。还有许哲佩。大家，我是许哲佩，好久不见。那谢谢我的台湾的公司万的音乐，然后香港 Wow Music， 然后谢谢星辰，谢谢。肖希宇，那请你呢说一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肖。啊，非常谢谢星辰电台，谢谢我的公司香港星，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，谢谢大家。恭喜恭喜，还有呢，张栋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很开心可以在香港拿奖，那要先谢谢星辰电台，然后谢谢我的唱片公司华纳唱片，还有谢谢我的歌迷，谢谢。非常恭喜恭喜，那再一次恭喜六位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现在先请呢我们的张栋梁为我们唱出了《沉默的瞬间》，有请，掌心鼓励。不懂心痛是什么，似当飞动成云朵，爱的汹涌来不及闪躲，我却为它坠落。梦里我泪花落几回，心软弱了逃避是非，潜意识我心碎，梦醒了我张开双臂，只愿为爱勇敢一点，不后退。有谁会在乎，有谁会想念，有谁能看穿我的笑脸，沉默
瞬间，寂寞却伴着我长夜，你走的坚决，枯竭的爱恋，我给的一切。谢谢，谢谢张栋梁。